你们不是都想看我做饭吗？今天我就给你们表演一个煮面。二狗，这锅是这么开的吗？右边这被子，哎，那里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家要是敢把厨房给我炸了，我就……哎，走了。哎哎，不吃。哇，怎么炸串儿？哎，我的面也煮好了。哎呀，吃吧，我亲手做的，没有假手艺人。哎，我尝一口。嗯，哎，我这牛肉真多呀。嗯，这好软糯呀。哎呀，我做的行吧？没见过这种喜欢给自己脸上切金的。刚才做饭都做热了，嗯，炸土豆啊，嗯，整点菜，还有这个狼牙土豆尝尝，这个狼牙土豆没有你做的好吃啊，我大晚上吃得了血，什么玩意儿鸡架，吃都吃了，不差这个鸡架了。哇，白玉哥哥你来啦，今天是我特意给你煮的面呀。哎，你不是说你当时学的球类，铅球吗？什么时候你们反正变成高尔夫球啊？下辈子吧，你再也不是我哥哥了。你们要相信我，我再多做几次饭就好了。我做给你吃啊，白玉哥哥，快逃！锅还够他做的吗？够的，家里锅还是够的。哦，